你会用什么方式留住春天呢？三月的这一天，我在赣州计划了一场春日出逃。榕江公园的亭台水榭旁盛放着樱花，我抓住风，沿着它的轨迹感受最完美的春天。湖边的小路伴着雨后嫩芽的味道，花香绕着，树叶舒展，看着樱花以秒速五厘米飘落在身后，我的意思是赣州的春天到了。我能想到最悠闲的日子便在这里，总有人间一两风，圆我十万八千梦。春天的紫紫青绿仿佛都在告诉我，莫要辜负这春日好光景。